寻找当地暗黑食材，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最毒的药材哦。看到了，真的有。它在动哎。发现最传统却神奇的美味，这西瓜烤肉里边的这个羊肉还挺烂乎的哈。吃龙虾的话不带壳吃。沙漠当烤炉，西瓜当钓竿，独特神器真古怪。听着假，像瓜一样。它这个羊肉吃起来真的是没有膻味。探游奇景，品鲜奇味，未来娱乐台全新一季《边城大探险》。